常的散热，甚至发生了爆炸的危险。所以呢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充电一定要拿在离人稍微远一点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手机在充电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这五个要点，这样呢才能提高我们电池和手机的使用寿命，否则啊一年到头手机都要换好几个，要浪费不少的钱。大家觉得这个标准怎么样？